连续这个5000万上，拖八九袋叔叔接近300斤。别都是那不偷大东西，当然小偷小摸鸟，人半夜三更起来去逼，好歹谁家那萝卜吧、白菜吧，他是经常是弄这事。出来拾点菜花，弄点啥，是不是？那谁的这回是抓呢？没那他走来喝把菜，你说那叫偷是叫不叫偷？一个他是如实盗窃，第二个他是多次盗窃，这两条，综合起来已经符合这个刑事案件的标准了。你当时呢？你当时你这咋想了？哎呀，没那脑子不管用，没那我这是家可难，没有压力我不去干呐。从小残残残疾呢，光着腿，光着那个。你现在你俩生活来源是从这儿来的？生活来源都是一年的地或者走过呀，一年弄弄1000多块钱。平时要花销了，那俩不要吃了。我们俩这菜那都从这儿来。俺都是从这拾的皮去卖，拾皮林哈。啊，俺这都有新一条庄园哦，新一条庄园那人家多的那皮白皮的。拾皮，拾皮。俺俩就卖一点，就卖一块二一斤，有的弄一不得弄了，有的弄斤不如斤。聊了几年，那俩是半路夫妻。我一个人他光那丢鬼，那俩是半路夫妻。你那孩多大了？今年？30岁。三十岁。那你的生活，他一直啥都不管。嗯。没那有的呀，反正那有啊。那有的呀，反正那发粮食了，或者发点粮食我送来的。哎呀，俺要给发大米，发大米让我送。那发的是你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我。你说他平时他帮你不帮你？没那。他那他应该孩子，他那钱不够花。对，他那钱不够花。你说他自己过来。才盖俺房子。啊，他不够花。过来可紧。啊。过冬紧的。牛市就支不上。嗯，支不上。他现在你是要是，他现在你是要是退，你是退车祸，吃车祸。我是干一年，要是要是走着不带劲，他那女婿。你现在是北京啥的政府？政府有啥照顾吗？政府今年入了低保。他们有啥补助啥？没有。这厂里头都淹湿成这。嗯。那是下大那墙呢。你这生活过得够难的呀。哎呀，那有啥没？